香港是你的出生地，但不是我该生活的地方。泰国才是我的家。没错，但是你妈妈希望你留在这里，帮她继续经营她一手建立起来的生意。我没有能力经营她的事业，我在泰国有工作，我必须回去。小雅刚刚得了一项珠宝设计奖，没什么了不起。 蔚山年轻的时候，每年都得奖。哇，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啊！所以我要你留下来，帮我。你可以接替你妈妈的工作。我还是要回泰国去。 ความรักอันยิ่งใหญ่เพราะเธอคือตะวันส่องประกายหัวใจผู้เดียวที่ใจปรารถนาจะมอบความรักทั้งหมดของหัวใจจะมอบลมหายใจ